艰险，也不忘当初的选择。我把一生的挚爱奉献给你，没有丝毫怨言，永远快乐。忠诚和担当一辈子人生的职责，真诚的奉献一辈子都值得，心灵依托这是我们的选择，我们的选择。这就是赵军、方大庆的答复。我知道了，小茹啊，金叔让你传话，难为你了啊，工作上别有压力，哎，安心工作，事情我会处理好啊。好，那先这样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哎。这个金明山是真够狡猾的，每次打钱用的都是别人的账户。他要是死不承认的话，咱们很难定他的罪啊。你这吴丽丽提供的资料不能形成证据链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不会到现在还天真的认为金明山是清白的吧？你刚才自己不都说了吗？没有形成证据链，不能轻易下结论。其实啊，你自己说的话，连你自己都不相信。谋杀自己的情人，真是匪夷所思啊！来，方军，扔快递。哪儿来的呀？哎，这怎么没名没姓没地址啊？是啊。哎，别动！啊？什么都没有的快递，先送到技术部门检测一下。出来了，怎么样？这里面含有蓖麻毒素。蓖麻毒素是一种剧毒的蛋白质，可以轻易损毁人的肝肾的功能。最主要的，它可以麻痹你的中枢神经，杀人于无形。哎，这真得谢谢你啊！要不你提醒我，我把那包裹打开，那我可能就……夏菊，就这个。怎么想到的呀？没有什么怎么想到的，能女的心细点呗。这种事情又不是没有先例。911恐怖事件之后，有很多议员跟记者都收到了著名的探举邮件嘛。嗯。最少五个人死了。已经两次了，看来有人是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啊。方军，你觉得是谁啊？静茹，如果你现在还觉得金明山是好人，那我真的无话可说。哎，方姐，方姐，不能再这样被动的等下去了。
咱们必须主动出击，不然的话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中了金明山的阴招。是，我就在想啊，像金明山这样的副部级干部，如果不经过上级批准，咱们能传唤他吗？不能。哎，他是副部级，可他老婆不是啊。明天约谈刘明慧，请他协助调查。明白。金总，都九点多了，还等吗？约的几点？您不是说六点半吗？不是都打过电话了吗？都说尽量来，只有岳副市长来不了了，他说要出差，晚上的飞机。中央巡视组在这儿呢，哪个领导敢走？扯！岳副市长就是这么说的。什么荣辱与共、肝胆相照啊！金雷这一进去就这样了。其实我好静，对官场的应酬厌恶至极。是，您平时宁愿在办公室凝思静想，也不喜欢应酬。在那种场合，人与人之间虚伪的要命，一个字儿假，两个字儿更假。这就是官场生态，彼此关系极其脆弱，可表面上呢，又塑造成坚不可摧。什么肝胆相照啊？所谓的人脉，归根结底全是利益。别人凭什么无条件帮你？你又凭什么无条件帮别人？金总高见。什么高见？实话。金总您好。哦，这位就是我处长韩师傅。为了您今天的晚宴，哎，他特意把所有的绝招全都使出来了。金总，韩师傅曾经主理过国宴，在餐饮界可是大名鼎鼎啊。韩师傅，辛苦啊！您太客气了，您太客气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金总啊，我看您的客人还没有到，我们的后厨啊是快下班了，您看您还需要点什么？那个经理啊，这个我这些客人可能就不来了，我有个请求。您可千万别说请求，有事儿您尽管吩咐。要不你？韩师傅，陪我吃这顿饭。你看看韩师傅做这些菜这么好，这么好的手艺，这浪费了。这合适吗？杜经理，金总既然说了，就按金总的吩咐办吧。好，哎，恭敬不如从命。那韩师傅，你去后厨把哥儿几全叫来，咱们一起陪金总吃。好，那谢谢金总。全叫来，那我们全叫来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吃啊，你们也吃啊。金总，吃啊，我得敬你一杯。哎，今天没有金总，叫我老金，记着啊，叫我老金。哎，咱哥俩的岁数差不多，该退休了吧？棒当不了几年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人呐，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你说呢，老韩？一点都不错。金总，不，老金，老金，哎，老金，哎。其实啊，我挺羡慕你们的。您一个副部级的干部，羡慕我一个厨子？您别开玩笑了。谁跟你开玩笑？我说的是真的。
知道我羡慕你什么吗？你们这帮哥们儿，出大汗，受大累，钱没挣多少吧？可回家呢，倒头便睡呀、啊，多棒啊！干活的时候，兄弟们热热闹闹的，回到家里头和几个朋友啊，喝点酒，下下棋，看看大山，多自在呀、啊！我就不行喽。您是大领导，您的层次高。哎，不提这个啊。今天没有什么高层次、低层次，都是哥们儿、朋友，啊啊，开开心心的吃顿饭，高高兴兴的喝顿酒啊。晚上，叫他们都满上，晚上全满上。干杯，干杯！来来来来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啊！哎，干杯！谢谢大家，啊，干了啊！天凉了，金总，给您加件衣服吧。不用了，我想清醒一下，你先回去吧。是，那我先走了。说树倒猢狲散，我这棵树还没倒呢，他们就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。哼，世态炎凉啊，岁月催人老，我也是个快退休的人了，这一年一年的又都是为了谁呢？想当年这个企业一穷二白的，还不是我让他起死回生的，是我把他干成了一流的国企。除非你们这些白眼狼都忘了，30年前我在老山前线，我就没想着活着回来。转业到了公安呐，一次抓捕不是我冲在第一个，现在想弄我，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我是不会认输的。你敢离开这个家一步，我明天就到纪检委把你那些贪赃枉法的事都抖了出来，你信不信？我不管吴丽丽跟你说了些什么，请你想清楚，现在能豁出命去救金雷的人就只有我，只有这个爹。只要儿子平安，咱们俩接着过，还是拍屁股散伙，你说了算。可是我要是舍了，没人救得了金雷。明天检察分院要找你谈话，该怎么说，你看着办。
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。掌声面孔一定要可靠。我明白了，您放心。小茹，别人不相信你还不相信？你静叔和静蕾他们干的那些事儿，我从来也没有操过心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这些事儿全让静蕾一个人扛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这话你都跟我说了好多遍了，我可拿你当亲闺女。我们都这么多年了，我什么事儿瞒过你啊？俊雷这么年轻，你想看着他搭上一辈子吗？那你就忍心让我非说你金叔的不是？他拿你可也当亲闺女。你说从你上学到工作到结婚，他哪样没为你操过心啊？你就忍心让我说他的不好吗？景南，今天呀就问到这儿吧。夏雪，要不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今天就先这样吧。静茹啊，我现在啊心里有些发慌，你能不能送我回去啊？好的，我开车送您回家吧。小茹，送我去翠湖山庄吧。珊珊怀孕了，你静叔让我去安慰安慰她，别动了胎气。知道了。车坏了，车坏了，绕道吧，大哥啊，不好意思。师傅，你能不能先挪一下呀？你这样会挡道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这车坏了，我正修呢，过不去了。那您得多长时间呀？我们着急。哎，这可不好说，得等我修好了才能知道。那您要去哪儿啊？去翠湖山庄。去山庄，这儿倒是有条山路也能过去，不过不太好走。您要走的话，得慢点开。谢谢您啊。喂，老大，他们改道了。哎哎哎！跟着走吧。
史密斯，下去看看，不能让他活。下去！放下武器，双手抱头，蹲下，蹲下。下车，快点！下车，对，报道。志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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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叫救护车！志茹，志茹。快走，车要爆炸了。哎，赵姐，哎，情况怎么样？算下去福大命大，只伤到肩部和腿部。我现在想起来都一身冷汗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。那个堵路的司机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了，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他是受金明山的秘书指使，故意抛锚堵路，迫使夏菊走山路，然后将那两个人开大车撞，真是太狠毒了。连老婆带干闺女往死里撞，金明山真是丧心病狂。这也说明他潜力极穷，准备孤注一掷了。嗯，走，去医院。秦明胜，我含辛茹苦陪了他这么多年，竟然连我都杀了。小茹，你好好养伤。明天我就跟大庆把金明山干过的那些缺德的事情都抖了出来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儿子，毕竟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不能让我儿子再替这个冷血的爹扛罪了。先生，我那天开玩笑的。嗯，马上带我们到金明山的守藏室去一下。哎，好，行。就这么一间吗？啊，对，
金总在这儿就租了这么一间工具间，其他的都是别人的，而且我们天天盯着监控看呢，没见过金总进过别的工具间。不对呀、啊，会不会这两天转移了？这两天你有没有看见他提着什么东西走出去啊？这两天，嗯，哦，他就昨天回来过一回，一个人空着手走进来的，然后又一个人空着手走出去了。你确定？啊，我确定，因为金总平时经常给我们带些东西，比如小食品、烟之类的，但这次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。哦，有监控为证。给我副手套。这个屋子里头到处都是灰尘，只有这个螺丝刀特别干净。屋子落满灰尘，螺丝刀还这么干净，说明螺丝刀经常有人在用啊。那用什么呢？真是狡兔三窟啊！我马上向赵检汇报，请求上级批准。抓捕金明山。赵姐，咱们的人汇报说呀，金明山穿着20年前的旧式警服，去了检察院的家属楼。旧式警服？没错，金明山20年前呀，就是在那儿的天台上救过夏景如的命，所以我怀疑他会有过激行为，甚至自杀。我现在马上去现场，先稳住金明山。你和夏景如，立刻实施咱们设定好的第3套预案，绝对不能让金明山出现任何意外。好，我明白了。We'll be right back.
金，你还是下来吧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聊聊好吗？金总，你来了，我来了，你赢了。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有什么话不能下来好好说吗？您这样做也不是您一向的风格呀。我什么风格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吧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当年就是在这儿，我穿着这套衣服一跳成名，今儿也算是有始有终吧。金总，您这样做绝对不是你现在唯一的选择，你已经错了，就不能一错再错。有什么事儿下来说。下来干什么？让你羞辱我下半辈子蹲在监狱里过？你想让静茹来见我，该见的不该见的都得见见。他已经在路上了，很快就会到。你师父是我生死与共的好战友、好哥们儿，败在你的手下不丢人吧？您不是败在我手里，您是自己败给了你自己。是，说什么都晚了。等等静茹，静茹，妈，你别动。静茹，别过去，下来说话行不行？你来了，你先下来说话行不行？甭劝我了，你最了解我，从来都是我劝别人。没什么，就是想见你一面。他恨我吧？怎么会呢？还是我坚持把你调入反贪局的，本来想着你帮我挡一挡，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。也好，刚一上任就破获了燕都最大的贪腐案，功劳卓著，大义灭亲。金叔，你要骂我，你下来骂我，你下来。但是，我和你爸都为有你这样的好女儿感到自豪和骄傲。你冷静点儿。嫂子，对不起了。宁山，你听我说，好说好说，什么话好好说，行吗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千万别这样。你给我下来！哦，恐怕让你们失望了。我是罪孽深重，寝食难安呐、啊。不知道在九泉之下怎么面对你的老爸。他一定不会原谅我。孩子，好好的待你妈。你婶儿小雷交给你了。别，叔，你下来，我求你了，你走了。
哎，去。怎么了？赵岩跟冯路在得知了金明山的举动之后，打消了顾虑，都招了。惊雷在刘明慧的劝导之下，也招了。好，真是太好了。据悉，燕都宇天集团董事长金明山自杀未遂，现已被司法机关控制。金明山是目前燕都市落马级别最高的官员，他的落马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金明山涉嫌侵吞国有资产，以及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，收受他人的钱款，现已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。金明山的落马标志着燕都市的反腐形势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，再次显示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。燕都市副市长岳鹏因严重违纪被免除副市长职务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，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，并采取强制措施。刘明慧涉嫌共同受贿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，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以涉嫌贪污受贿罪立案侦查，并采取强制措施。吴丽丽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，由检察机关立案处理。同志们，回顾这一年的工作，我们在中央市委高检院和市检察院的领导下，在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，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际，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，扎实推进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，有效推动了检察业务、检察队伍和检务保障建设的协调发展，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。尤其是我院的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发挥法律监督职能，发现和纠正了王顺案件，依法查办了金明山等人的贪污受贿窝案，被评为全市检察机关的精品案。检察队伍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以荣获全国最美检察官称号的方大庆、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夏锦如等同志为代表的优秀检察官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。我们总在风雨
是。